好，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保守我们一下时间，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过程，经历很多时光隧道，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所感觉到的，让我们一下时间去明白、去体贴神你的心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有我们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不管圣餐，不管在信息，不管在分享，我们都要在灵里面跟着脚步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当然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所有的思想就在这一节里面，二章二十节里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对不对？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OK， 那我们思想每个人都跟着来哈，有三个角色，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是要智慧，第三个角色是那蒙召的。那蒙召的就不一定是犹太人，也不一定是希利人，什么人什么人都可以，只要你是蒙召的。蒙召的跟犹太人跟希利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点。那我们来思想彼得是哪一点，我们都会说彼得是那个蒙召的，但是你要思想彼得是那个蒙召的吗？但是后来神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哇，彼得居然是在那一刹那之间挪走了他的位置，挪走了他的位置。那神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讨论是十字架的荣耀，你是哪一种人呢？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来思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圣经，从祸坑中，从污泥当中，我们每个人本来在祸坑，在污泥当中，神把我们拉上来，但是我们就误以为我以前是罪人，现在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就变成义人了。不一定，不一定，你以前是罪人，从祸坑从污泥当中拉上来，站在磐石上很稳的。那神的恩典就能在身上，神的恩典在我身上，神的恩膏在我身上，神的喜乐在我身上，神的权柄在我身上，我就越来越丰富，丰富以后就变骄傲，是另一种罪人，是高级的罪人。那在祸坑那种是低级的罪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希望好好思想，神让你站在磐石上口唱新歌。所谓口唱新歌，就是你天天都是新人，你天天都新人。那天天都新人只有一个方向，不要偏向那些虚妄的，不要偏向又走回世俗的那种模式。然而这世界有很多的方向，包括神学，都在把人拉回世界的荣耀里面，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以下时间我们要听恩典诗班，我们再请恩典诗班来跟我们分享刚才是很雄壮威武的这样的一个军歌。那今天我们来思想，就好像那一群妇女在复活节的那一天早上，他们带着香膏要去看耶稣，但是他们在走那条路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一天早上坟墓的石头滚开了，他们看不见耶稣，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在生命里面。那我们一下时间，我说过今天我们走过一个时光隧道，今天的信息全部都不是用听的，全部都用感觉的。我希望在今天圣餐礼拜的时候，你去体会到这样的脚步，好不好？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听这首歌，在复活节那一天你所感觉到的。我一看见父国主，我一听见他温柔的声音。
好，弟兄姐妹，有时候信息我们会来分享神在你生命里面刺激你的话，但是有一种另一篇信息是，当有人跟随耶稣基督，在他话语里面紧紧跟随的时候，他们生命是另一篇信息。当我们的女牧者在上面走上来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感动，可以从他们身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篇信息，他们是在更新，然后他们站在上面一起唱歌的时候，这就是活生生的见证。在生命当中，你是站在磐石上，还是又跑回世界？人很容易跑来跑去的，这个就是征战。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生命里面常常是得胜的那一个。那我们今天说过，今天信息大概只有五分钟，现在开始，我们通通用体验的感觉。你必须是新造的人，为基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你必须是内跟外都是新造的。那新造的样子是性格上面，你必须是一个恩慈良善的，恩慈良善的，恩慈良善是对神完全的忠心，圣灵的果子不夸耀自己，还有在价值观上面开始有很清楚很明显的，这个我不在乎，那个不在乎，都对我的那些利益，那些权势，那些比较，我都学习不在乎，但是我很在乎神的道路。第三，你必须要在神面前能力，神的能力上面，你看见没有你自己，你越没有你自己，你越有教会，然后越有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像这样站在一起，像刚才所有的这么高大的男生站在一起，所有的每个面向不管怎样站在一起，重要的是喜乐，他们彼此相爱。当你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不是内外的心而已，是道路都一样。所以新人的信仰在讲第二点，就是道路。每个人在道路，道路是指你相信什么，如果你相信神，那个道路就发出合一，跟神合一，我们每个人一起合一。但是合一的方向只有一个，非常的精准，不是随便合的，不是随便合的，包括彼此相爱，也不是随便彼此相爱的，是很精准的基督。然后在基督里面，你就会看见那个道路走出来的道路是一直都得胜的，在家庭，在你各方面都会得胜。然后你看到当得胜的故事出来的时候，这一区就成为喜乐的地方，就是国度的文化。当你预备好的话，弟兄姐妹没话说，你要勇敢，你要勇敢在道路里面选择。很多人不同你的思想，不同你的意念，你要勇敢分别出来，我不在乎他们，特别是世界，因为对我来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当你预备好的时候，故事在对你说，不要又离弃道理。以前那么多的恩典在你身上，不要再离弃道理。所谓离弃道理，不是辩解，不是辩解叫离弃道理，是你又偏向世俗，就是离弃道理。你又开始我赚大钱，我在说哎呦，人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你就是离弃道理。你忘记你在污泥祸坑当中的时候，神是怎么拣选你的。不要说我做过什么，神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你懒惰，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那五个同你啊，赶快去啊！我以前都这阵子我比较没有做，神说我不认识你，神说我认识谁是我的人，他们有神的印记，脱离卑贱，脱离卑贱，预备好。所以今天我们圣餐礼拜就是要在这个预备好的感觉里面来说，在世代里面这个礼拜的查经，神说我要介入你们当中，因为你们当中离开了神，或者你们当中预备好了，神都要介入。神一介入，整个世界翻盘。西西家的时候，神一介入，整个亚述帝国灭亡。在摩西的时候，神一介入，埃及帝国灭亡。但是人如果走错路的话，巴别塔神一介入，整个巴别塔混乱。那我们今天来讲，神今天在这世代里面看我们，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求主帮助我们，他拯救我们，他让我们丰盛，不是让我们富有，是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做个有福的人，向着标杆直跑。当你预备好的话，这就是新的故事。求主能够引导我们一下时间。我说过，当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去体验神在对我们说话。在以下时间，我们请
同工把那个圣餐桌搬出来，让我们在这个当中预备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在神面前清楚看到心情在转变。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保守我们一下时间，是给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摸着主你的心意，是给我们在灵里面看见神你的恩典。当我摸着你的道路的时候，看见你的恩典的时候，主耶稣，我们不禁在你面前常常说，我算什么，我算什么，根本不配，但是竟然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面有份，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紧紧相随并且紧紧的跟随在这其中，献上感恩，晓得主你在这世代正要做大事，而我们在你面前所跟随的就是一个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时机，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我们一下时间预备圣餐的时候，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经历过最近这一年这个时代的转变。我相信每次圣餐都是新的故事，但是我特别要在圣餐的时候再次提醒圣经这句话所说的，你到神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因为进前厅胜过愚昧人的献祭，也就是说来到神面前不可以轻慢，来到神面前不可以吃喝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要有这种态度，因为神在我们故事里面对我们说得很清楚。那一天我们认识圣餐，但圣餐前面所讲的是为什么你们要这样随便分门结党吃主的圣餐的时候仍然是如此的混乱。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自洁，预备好你的心来到神面前。我们请以下时间侍奉同工可以上来。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是神所设立的，教会不是属于谁的，教会是每一个人在这里要看见神的荣耀。当我们在神面前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是谁，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仆人，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感觉到不管是敬拜的同工、唱歌的同工、一起献诗的、一起侍奉的牧者都合为一。我相信神的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保守我们一下时间，当我们如同你所说的那个故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预备好，我们求主引导我们在故事里面说，主啊，主啊，十字架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看过很多图片，但是今天印在我们心里面的不是图片，是主你拥抱我的故事，是主打开我心中的眼睛的故事，看见那个不堪的我，但是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新造的人，而就是这新造的人学习在神面前站在磐石上口唱信歌，每一天都是新的，包括我们的性格，包括我们的价值观都交托在主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那一天神说，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要这样预备，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你们要这样预备。但是在这预备之前，你要思想所谓预备的意思，不可以轻慢主，不可以随便，因为如果随便，你所吃的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以下时间我们一段祷告时间，每个为自己祷告。在生命当中相信圣灵会给你一个感动，认自己的罪，但我相信用一个心洁的心预备的时候，神会在这当中预备你并且祝福你，相信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每个人安静一下时间来祷告，特别为自己专心为自己来祷告。在这祷告时间里面，我们请洪瑞麟牧师来带我们做这样的祷告。天父，当你说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的时候，主求你光照我们，
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这样子？主啊，你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荣耀的记号，但是多少时候，主，我们违背了你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亲近你，我们向世界说好。父神，求你赦免我们，保守我们，今天我们要领受圣餐，主啊，你自己再次对我们说话，保守我们的心不受任何的搅扰，保守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能够被你称赞，我们是你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你自己再次来洁净我们的言语，好让我们每一次所说的话能够造就人。你也洁净我们的行为举止，好让接近我们的人都能够羡慕基督徒的身份。Amen. Yes. 父神，求你自己再次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是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何等蒙你所爱，就像彼得一样，他背离了你，但是你却问他，你爱我吗？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这句话在我们心里面反复来思想，我们真的爱我们的主吗？我们是不是口是心非？我们是不是常常得罪你？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好，让我们的生命是完全更新的生命。从我们受洗那天开始，主，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你的人。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你的宝血再次洗净我们的罪，保守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出基督美好的样式。Amen. 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为你们所擘开的，为你们所打破的。因为逢吃的时候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纪念就是跟随的意思，我怎样为你们走这条道路，你们要如此行，相信这是一样的。一个当我们同工为你们预备的时候，为我们自己预备的时候，我们用心来成为生命里面的见证。弟兄姐妹，在过去的日子，你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你等一下当我们同工拿盘子到你面前的时候，你都可以带着信心来领受。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不要拿，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你可以跟我们用心来体贴神仍然在呼唤你的故事。我觉得在 生命当中，这是极为感恩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去摸着主的心意，让我们所眼睛所看见的是耶稣在我们前面走，而那个道路竟然是十字架为我们开设的道路，新的，完全是新的。但是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难处那就是你的十字架。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愿意的那一天，一切都变成容易的，但只是轻省的。但愿在所有故事里面，这些都带着神的荣耀在爱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对我们传达他的心思和意念。世人在看这条路，神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这就是耶稣走在这世界，世界如何藐视耶稣。也许吧，我们常说，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很灰心，这世界好像不爱我们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分别的时候。世界只会爱属于他的人，但是你不属于世界的国度。他对我们继续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一直都是这样，不开口。在这条道路，他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竟然是为了我们，竟然是因为我们的罪过。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这是神的心意，使他受痛苦，这是神自己。至于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呢？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他是神手中最宝贵的赎罪祭，为了我们。但是他必看见他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许多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要一起得着。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在他手中必然亨通。思想，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个白白领受恩典的人？当圣灵在我们生命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的时候，也许我们所白白领受的恩典，竟然刻画在罪孽深重的我们的身上。我们的感恩，使我们低下头来祷告的时候，我的祷告应该是怎么祷告？我的感恩应该是怎么来感恩？在那一夜，耶稣拿起饼来，擘开，祝谢，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你们要如此吃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期待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耶稣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如果用血跟我们立约，
那就是记号。记号竟然是宝血，宝血是生命。我们的神用生命来给我们立约，何等的宝贵，何等的荣耀。我们一起来思想上个礼拜跟大家来分享的耶稣基督的祷告。在这祷告之后，耶稣进入到客西马尼园，我们就来思想这样祷告。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在 这件事情上你把权柄跟永生赐给儿子，让耶稣基督能够把这样的信息带给神你起初赐给他的人，就是他的门徒。今天我们看这圣经的时候，神把这样的人赐给耶稣，在救恩有份，就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拥有这样权柄。所以耶稣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是：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是你的。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耶稣基督祷告，他知道父圣灵与他原为一。耶稣为属于他的人祷告，愿他们合而为一，也愿他们在神面前彼此相爱，像神爱我们一样。但是世界却不喜欢他们。耶稣知道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要让他们跟世界分别，因为世界只爱属于他的。但是我们如果进神的国，必须跟世界分别。耶稣在一个祷告，我不但为属于我的这些门徒祷告，也要为凡是听见我的门徒所说话愿意跟着他们的人，因他们话信我的人祷告，使那些人也跟你起初赐给我的人一起合为一。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圣餐，我们都是神所赐给我们在这个教会一起同心属于耶稣基督人。但是我们每个人做见证，跟着我们来教会的那些人，神也要让他们合为一。但愿我们所预备好的，这里所说的，正如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外面的人可以看见，看得很清楚。我们是神所差来的，我们是相信神的人。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再一次说，像我们合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总是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期待，信了耶稣之后的我能够会变成怎样。求主帮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的我们不是在这世界显荣耀，信了耶稣之后的我们，我们会更像耶稣，并且世人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很明白，也看见他们要看见我们像耶稣。凡是愿意跟随这条脚步的这一条道路的人，他们都愿意跟随在这其中。我们相信在生命当中这是永远的故事，永远在神面前显为可贵珍贵的道路。耶稣在被卖那夜，他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带着喜乐心一起来领受。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亲身亲眼看见我的改变，看见老我，也看见老我的可怕，越来越知道那分别的宝贵，也因着这样子，我们愿意在这条道路里面更完全属乎你。这世界的声音不断的响起在我们四周围，让我们得荣耀，让我们在这世界抬起头来，但是也因着这样子，我们就离神越来越远。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真知道这样的故事跟荣耀在哪里，带我们走向神你的道路，要知道永远。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